徐梦桃是赢了，徐梦桃赢了他自己。来吧，一百加多少？非常激动，非常激动。哎呀，徐梦桃真是经过自己多年的努力啊，终于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完成了自己的梦想，圆梦成功，太好了，我非常激动。还有他成绩往下滑的时候那种失落，以及他受伤时候那种无奈，刚才在拿冠军那一刻就都在我眼前就开始放电影了，真的不容易。但是我想说，功夫唐娟一汝于成，这块金牌就终于拿到了，也圆梦了。再次恭喜，再次祝贺他，祝贺中国代表团。